将为每世界巡回演唱会高雄站，不经不觉唱到来第七场。呢晚有合作过的陶喆、阿莲、戴爱玲、夏于乔等嚟捧场，有好朋友支持自己，阿妹梗系开心啦。不过呢位老友竟然在冇音乐下都可以跳到忘我境界，难怪阿妹对佢又爱又恨啊。这位呢，我就有一点害怕，有没有？所以又爱他又害怕，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怎么样。不过他今天来高雄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掌声欢迎小 S。 哎呦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工作人员讲说不要给他麦克风，你看没有麦克风还可以这样。哎哎，亲爱的亲爱的，哎，这亲爱的有音乐吗？现在好了。咪睇阿妹喺台上嗨爆个样，其实每朝瞓醒，佢都会担心自己开唔到声而失常，精神压力前所未有咁大。不过见到全场爆满嘅观众，阿妹又点会狠心唔交出亮眼嘅表演呢？粉丝们亦都好识做，全场大合唱。在我心上观众呢次除了欣赏到阿妹火辣的歌声之外，还收到一份阿妹用心准备的礼物。讲紧嘅系阿妹的团队，每日都会在场外拍摄花絮，再剪辑成每晚限定高雄日记《爱是唯一》，一幕幕关于爱的画面，都令台下观众看到眼湿湿。妈妈一直很愧疚，没有生一对非常健康的眼睛给你，可是你是这么的乐观、活泼、开朗。希望你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一直一直看到生命的美好。我在下面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很想要到前面来看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把它留下来，我之后慢慢看。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这样，这是我们在高雄一起的，就是印记一个回忆，这样。所以刚刚有说到话的，真的很棒。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